只是咱三家来领受上帝话。伫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伫你少年的时，就纪念你创造的主，趁年老的日也未近，就是你也未讲，我无通对遐得到快乐的遐个日也未到的代生，就纪念你的主，唔通等到日月星辰光变作黑暗，风过云，时要到你的手爪。卡肉嫩，无喙齿通剥，目睭花雾雾无清。你的耳孔重，听无路上的繁花，下无爱声细细，唱歌的声也无听到。鸟仔一个号就起来，见伫悬就惊，惊伫路顶。也有驚畏，頭毛白，閣衰爛，肉身攏無法。咱人歸佇永遠的厝，路人有哀哭的聲。彼時銀盤連燈，金碗破，水井的加納歹去，水加納破。咱的肉身归伫土，灵魂归伫创造咱的上帝。团队会讲，康熙的康熙，凡事拢是康熙。只是咱要请咱敬听的题目师来传讲信息，所谓传讲的题目是康熙中的时阵。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有机会伫咱上联教会社会福利事工宣告主日，代表咱安养中心的院长，伫遐大个全体阿公阿嬷，以及三芝分堂的遮个老大人，咱的信徒，甲咱大家请安问好，也特别有机会伫遮透过讲道。咱搁一届三甲思考上帝奇妙的疼痛甲祝福，大声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主必听我的上帝，听我的主，我感谢你，感谢你，予我有日时会当打拼温困做工，也感谢你，予我有暗时会当得到休困，陪伴明仔日，陪伴另外一天的体力。更加感謝你是讓我們一禮拜中間，我們在主日的早起可以在這裡跟上帝三度，可以在主日的早起透過禮拜又一次得到屬靈的智慧，求上帝你跟我們三個同在，特別讓我們上年教會透過社會福利事工宣告的目標，无论是伫三芝的安养中心，无论是伫石牌啊的幼稚园，无论是伫新庄的社会福利中心，阮拢要同齐往这个社会做见证，传上帝你的圣名。求主你帮助阮，予阮伫这个时间会当三甲思考、三甲笑脸、三甲祷告，也三甲反省阮家己。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传道书的作者甲咱讲：康熙的康熙，康熙的康熙，凡事拢是康熙。人伫世间一切着活、动荡、落落，到底有啥物利益？日头对东边起来，对西边落去，一天过一天，拢无改变。条条江河。流往大海，但是大海却无满出来，也无溢出来，因为江河的水对打落来，因就要归往打落去。
世间事常常让咱感觉真困烦、苦恼、真厌恶，想不通。到底是要停管较好，或者是要拔管较好？真是一言难尽。所以有人在讲，为哪讲透天，目屎就飞袂离。已经有的代志，以前早就有；以前发生过的代志，以后绝对会阁发生。这是《传道书》的作者甲咱讲，伊讲康熙是啥物意思？康熙就是无古董、无可靠、无利益，以及无真实。《传道书》伫规本的圣经内面甲咱讲，人就趁少年，心灵追找家己所毋忙的事，目睭注视家己所看喜爱的物件。但是当咱年老的时阵，咱来为着遮个所追求的事、所注目的物件，付出所有的责任，因为上帝绝对要审判这一切。传道书的作者甲咱讲，所以人伫世间应该追求生命目标，但是莫袂记哩爱向上帝负责任。传道书的作者嘛甲咱讲，讲人要除去肉体的邪恶，放下心理的欲望，解脱灵性顶面的忧郁，要趁少年的时纪念咱的上帝，认捌创造咱的主，莫等候到年老的时阵，死亡来的时阵，未赴追找。今仔日咱要做伙来看这段圣言节，《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但是咱若注意看。第三节到第六节，咱若甲和合本、甲咱读过现代中文译本合作去看时，你就会感觉讲，这两个版本比较的了，会足侪趣味的所在，也会当得到对内面得到启示的所在。所以咱伫小段的画面顶面就看会到。第三节，今仔日的传道书第三节顶面讲，讲看守房屋的发展。其实台语圣经讲了足传神，讲吼过厝的尿尿错。其实现代中文也本讲啊足好，讲时间一到，咱人的手就会错会准，吼无法度控制。这就是看你像咱得帕金森氏症甲阿兹海默症同款。咱继续甲读，你看到讲伊讲有力的屈伸，台语讲有力的缩腰，吼腰会缩起。其实现代中文用不翻了就好。伊讲人的脚本来真勇健，后来年老了后，安那变作愈来愈无气力徛直，所以人的身躯会安怎？会弯曲。哦、第三则讲，推磨的稀少就仔细哦，下薄啊，因为因少就耍。其实这个下薄啊，这个意思是指暗示是人的牙齿。伊咧讲人的喙齿落甲存无归气。最后会落了了，刷了伊个继续讲讲，目睭看无，好伊讲从窗户往外看都是昏暗，对他们看去拢是暗。咱知人，咱人食老，目睭会较无好，视力会变差，看真济代志拢蒙蒙渺渺，有可能是青光眼、白内障，日时也惊光，暗时也看拢无。第四则讲讲。街门关闭，吼，台语讲吼，江街路的门拢关咧。其实，这句话原文是讲一个人的嘴未讲话。门关着，它的原文是指嘴巴不能讲话，很少讲话。其实这个意思是讲，暗时一个老大人，伊无社交关系，无跟人做伙，所以伊的嘴真少讲话。所以咱甲看后边，佫继续讲过来件代志，讲。下晡啊，声细细，连唱歌的查某囡仔声音嘛拢听无。这个所在是你暗时一个人老的过程，伊的耳孔听无真重。无论是唱真悬的声，查某囡仔唱歌的声，或者是下晡啊的声，拢听无。甚至有人伫街路吵吵闹闹声嘛拢听无。但是第四节的落尾却甲咱讲，讲鸟啊一个号，人就起来。华语声音说：“麻雀初唱，你就醒来。”
这个月拄啊好讲到咱老大人困眠足浅的这个现象，但是我所在其实老大人困眠浅，唔那是鸟啊叫会醒，其实水鸡叫嘛会醒，鸽啊叫嘛会醒，鸟子叫嘛拢会醒，这就表示人真浅眠。第五在讲啥？讲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第二讲，见到悬就惊，在路中要惊畏。咱拢知影老大人心中无力，其实爬悬吼，真正会感觉会惊吼。啊，旅行无法度行足远，因为惊跌倒，惊了迷路，还是脚无够力，或者是找无便所通啊方便。第五在也讲。讲迅速开花，迎秋开花，意思是讲一个人头毛对乌变灰色，灰色变白色，白到尾啊吼，上尾啊尾啊是变作银色，亲像迅速一样的颜色。啊，过来个讲草叶变作淡淡吼，原文翻作行路足慢无力，无亲像草叶当跳来跳去。这个草叶已经是代表少年，人老了就变作是。无法度亲像草蜢啊同款，行路真困难。他们甲咱讲，除了草蜢真侪重担以外，以上几项我拢有。其实这几项拢唔只是讲老大人，伊是伫讲一个人身躯老化的过程。我唔知恁有无？我以前我拄来伫讲第二场青年礼拜的时候，有人甲我讲：“牧师，你头发越来越少。”我唔知影，咱的即卖人奈安尼吼，明明我都足在意这点，伊就特别要甲我提醒。因为这种是唔是老一辈，较少年辈改安尼。吼，我以前做青年牧师的时阵，长发披肩，吼，风一吹吼，拢会飘。吼，但是即卖无法度，所以圣经讲迅速开花对我来讲无，因为我还未开花，就拢落了了。啊，其实安尼嘛是好，我徛甲我阿公阿妈做伙，显得不会太突兀吼、哦，太突兀。心中无力，我记哩无做青年牧师了，我的心中就加足无力。以前拢带因去山顶、去海边，我即摆若爬悬，都真正会惊。我最近才去看洪大川医生吼、哦，啊，我最近十天吹气满三气吼、哦，所以坦白讲。读到这段经文，我个人的内心有足大的感触。第五节的落尾讲啥？讲人老到一个程度，伊甚至连性欲都无去。恁看《和合本圣经》写了之后，伊讲人所愿的也都废掉。人所愿是古早时代一种催情的水果，就是咱即马叫做啥？这个有壮阳药效的水果叫做人所愿，所以讲人老到什么程度，就是连吃人所愿迄个水果嘛无效。最后第五再讲，人最后会去到，会去伊最后的所在，就是伊面对死亡的境界。所以咱注意看第六节，第六节是这段圣经在中间上界传神的一段。伊讲，银的链链啊断去，金的碗破去，盘啊吼瓶子劈去，伫水井顶面抢水迄个锁啊，拄啊咱的张乐念足好，伊讲嘎啦，这是很古代的话，那个叫做滑轮，就是伫 Q 井内底水起来迄个滑绳，迄、那个嘎啦去卡住了，或者是断去。这些形象都是在表达出一个人生命面对老化，心中有很深的感触，就是时存生命中间那个空虚，时存生命当中的空虚。圣经在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所讲的所有的情景，都是在代表一个人生命中间实实在在所遇到的空虚。但是我们回来到第一节到第二节，一到二节给我们提醒说，当我们在少年时如果会晓认识创造主，纪念上帝，那个生命的生存的情景
点到拜，所以变作是空虚生命中的实存。第三节到第六节描写实存中的空虚，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七节到第八节描写的是空虚中的实存。所以这段经文整个合起来是在跟我们说，亲像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所说，他在暗示我们人，在我们做所有的计划中间，我们绝对必须要经过上帝的应允，这个计划才有办法成。所以我们人的生命都要学习谦卑。其实雅各意思是要我们追求计划，追求目标，打算我们的人生，但是在打算人生的过程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要想办法将上帝邀请上帝进入我们的生命计划里面。在我查考的圣经的这个注解里面写一句话很白，他说当你在计划人生的时候不能骄傲，一定要谦卑，为着上帝的感谢介入保留一些空间。所以神学家说，在你做人生的计划时，会记得邀请上帝参与你的生命计划。今天这个经文当中可以让我们带来两项的思考。第一项的思考就是明天会更好，但是明天会更老。很多人都认为明天不会更老，无论你用 SK2 Pitera 或者是 Olay 都同样会变老。很多老人都有一个感触，七十岁之前一年一年过日子，七十岁以后一个月一个月算日子，八十岁以后是一礼拜一礼拜算日子，九十岁以后是一天一天算日子，那一百岁以后是一分一秒算日子。因为你不知道上帝当时要带你回去。讲到记忆力，咱就想到讲，一个阿公跟我讲，牧师，我伫客厅要去便所提物件，行到便所都袂记哩。我安尼想都想无，叫想行到客厅，搁想到，啊，然后搁行转去，搁袂记哩。这个现象我唔知咱有无？伊讲我听到人伫讲笑话，笑嗨嗨，笑到足欢喜，但是边个人问我讲你笑啥？唔知啊。人生有三个阶段，少年的时阵、青年的时阵爱看学历，越高越好；中年的时候要看经历，越多越好；老年的时候爱看啥，病历要越少越好。所以咱知影，人生有三项会当予咱足惊的代志。第一项就是咱的惊吓、欠缺，别人有，我无。是欠缺，咱会足惊。人有钱，我无钱；人有职业，我无职业；人有爱情，我无爱情。第二项足惊的是失去，本来得力变作无得力，失去健康，失去人生的目标。第三项惊的就是结束，本来是，后来变作唔是，关系结束，生命的结束。这三项惊拄好会当看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活在实存中的康熙，或者是活在康熙中的实存。牧师要甲咱讲，军队耶稣的人唔免惊，因为主耶稣亚华上帝做咱的牧者，会带咱继续向前。但是重点是十二章的第一节甲咱讲，到第二节甲咱讲，着趁少年纪念创造咱的主。着趁少年认捌创造咱的上帝。第二项，值得咱反省的所在是，有一天 VS 每一天，有一天 VS 每一天，这什么意思？我跟人讲，我自从离开少年教会去到安养中心服侍老人的时阵，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以前跟青少年做会时，常常主持结婚礼拜，但是我跟老人做会时，我就没啥机会主持结婚礼拜，在那里都比较多告别式。这礼拜拜四有一个阿嬷的告别式，
昨昏有一个阿公的告别式，这个阿嬷98岁，70几岁信主，98岁受主恩典，伊有20几年的时间信主。这个阿公88岁，4月初八洗礼，4月30号过身受主恩典。伊信主22天，但是我有一个足深的感触是，这两个人拢是成功的老人，幸福的老人，也是上帝所喜爱的老人。但是88岁这个阿公的查某囝甲我讲一项事，伊讲那是会使，伊就毋忙伊的老爸会当较早死的。我讲是安怎？伊讲牧师，你知阮爸爸死的了，拢会晓讲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特别是伫伊最后断伊迄20几天，我相信上帝透过咱所做的事工，无论是伫幼儿、青少年、老人、社会，我相信拢有足水的工作。但我特别要提醒的、就是，当我伫甲遮个老人的家属安排个别礼拜的时，我拢会注意一项代志。真侪老大人，因为个人努力、生命故事中间，你甲注意看卖啊。老人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1936到1945，既然有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老大人，拢有一种的模式、行为模式，因拢省吃俭用，以防万一。我咱台就有几个点头，表示这几个拢有感触。若无点头的，可能拢无。省吃俭用，以防万一。老大人有这个这种的个性，因什么物件好的吼，拢要囥的有一天，好食的要囥的有一天，好用的要囥的有一天。所以因有一个模式叫做等待有一天。因等待有一天，舍不得穿的衣服，舍不得穿的鞋子，舍不得穿的大衣，才会拿出来穿。啊，水果很好的，食物很好的，天后有一天才来吃。礼物很好的，天后有一天才来开，结果发现什么现象？要吃的时候，东西过期了。要穿的时候，怎样？身躯变成大裤，穿不下。啊，要用的哪？那个东西，人送伊那个遐尼好的东西，无彩已经过了电池的这个使用功能，吼，失去功效。这是足无彩的代志。所以听候有一天，常常造成生命顶面一挂困扰。我甲咱讲一个例。几多年前，有一个阿公的太太过身。过身了后，伫家整理伊的物件，伊这个阿公发现伊的某有一条足水足水的细仔的巾仔，伊人披伫肩膀上的围巾，足大条足水。伊就讲，这条围巾，这条披肩，是阮太太跟我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买。阮去到一间足水的店，足高贵、足豪华的店，伊入去了就直接看到这条。目睭拢无离开，伊足介这条丝仔巾，介个顶头的标价拢忽略了，无去注意迄标价到底是几千块欧元。但是这个先生对太太就好，嘛是该买落去。但是这个围巾一直拢无用过，因为找到时迄个标价阁挂伫顶头。你敢知这条围巾第一摆使用？就等于是最后一摆使用，最后这个围巾放伫棺木内底，甲伊的太太作为挥发，作为摆葬。六位亲爱兄弟，我要甲咱讲，其实咱活的每一天拢是特别的一天。咱甲边仔人讲，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一天。今仔讲到进前，有顶落甲我提醒，你莫阁甲边仔人讲，好唔好？所以我已经拄啊一直动到尽嘛吼，所以尽量卖超过第二摆。因为我伫安养中心讲到，拢有一个惯习，我来看阿公阿嬷安尼差不多要接近上帝迄个情形，我会给提醒一下吼。所以我拢感觉讲，真正
有很多男人人起床的时候都问他太太说今天要吃什么、哦、我不知道哪一个太先生有这种镜头，你的先生有这种镜头，你的太太做太太的，但可以说今天是特别的一天，不要忧虑吃什么好不好、哦啊、今天要穿什么，今天是特别的一天，不要忧虑穿什么好不好。对位亲爱阿姐，我的感触是说做礼拜欠做活动，最好就把你最漂亮的那双最赞的鞋子最好的皮包最好的大衣都穿出来，家里面团圆的时候朋友好朋友到店的时候最好就是把人送那个高级水果礼盒拿出来，鲍鱼罐头给打开，高级香槟给开去，500年的酒也给拿出来喝最好。真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一天，过年过节给你们孩子送的红包，给你孙子送的胭脂水粉香水都拿出来抹，拿出来嗅，拿出来抓，拿出来抹，真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一天。有当时你就是说牧师我没找没借口，都没什么借口，拜托你连饼粉手你也可以把选择挂出来，因为你也成为那个倒垃圾的人群当中最耀眼的那一个，把你的手表把你的选择把你的金珠买的都挂出来，不要等待有一天，因为常常等到尾是没机会。中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宗教改革家叫做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很出名，那句话后来刻在他的墓碑上面，他说今天是最好的一天，今天也是最后的一天，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也是最好的一天。其实约翰诺克斯他说这句话是有很深的信用背景，他的意思是 说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为着跟上帝见面做最好的准备，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为着跟上帝见面做最好的准备。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无累积，身躯虽然败坏，我的内心日日换新。最后一摆就好，甲边个人讲，日日换新。对，吼、哦，咱甲边个人讲，咱日日爱换新，唔通袂记哩。人生真正，若甲整个宇宙时间比，咱的人生是真正绝对绝对。唔忘咱会当好好运用上帝给咱的材料。文书金钱时间，咱好好思考咱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好好思考咱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好好思考咱跟教会跟家庭跟社会的关系是什么，检查咱可以好好重新排列咱生命里面所看重那个成就的顺序，到底是名声地位关系财富较好，或者是健康亲情跟上帝的关系较好。莫忘记约翰诺克斯说，活着每一天都要为着生命最后一天做好的准备。咱军队上的人，上帝要祝福咱，让咱不惊欠缺，不惊失去，也不惊结束，请咱三脚阿头来祈祷。听我的主，听我的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赏赐我每一天的生命，我们在过每一天的生命过程求你帮助，让我们有智慧有信心来挖靠你，因为挖靠你帮助我们在康熙的生命中间找到实存实实在在存在的勇气和愿望，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